要有良心的。我们这个节目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当然知道有些队伍就是始终上不来嘛，奖金带不走嘛，所以就一定要做一个 lucky number， 让每一个来的朋友都可以有奖品带走。对，不要觉得来这边空手回去，不要有遗憾的。对，来，我们看看今天的十个选项，请看。Lucky number， 今天的奖品有台北日本来回机票一张，来趟日本深旅行。台湾精品智慧型手表与时尚结合，养颜美容滋补强身美颜礼盒，遵循古传制作补元气的最佳饮品低基金，韩国原装进口鸡蛋面膜让你敷出好气色，日本原装进口天然菊若皂洗脸也可以同时享受，吃得好安心，盐中钻石健康竹盐，发商大卖场礼物卡600元，遵循古法制成养颜美容圣品珍珠粉礼盒，不止如此，还有现金500元让你抽，看你有没有好手气 ，Good luck。好，十个奖品呢，这个几乎都是通通有奖了，就看你的手气怎么样。哎，所以天使妈妈这个1到10，你现在看一下哦。那我们要盖牌喽。要盖牌喽，好，来，只选一。1到10号，你的 lucky number 是八。好，8号锁定。Claire， 选一个。可以选超过10吗？可以选超过10，当然不行啊，1到10啦。6锁定，来，请戴墨镜，先把眼睛遮起来。好，6号跟8号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牌。好，请翻牌。好，大家建议一下，哦、要不要换？6号、8号有没有哪一个换？可以换哦。哎呦，怎么这个口气怪怪的？哪一个可以换？两个都可以换哦。真的吗？两个都可以换哦。相信我，相信我。为什么你讲话没有很诚恳的感觉？豆苗来，豆苗觉得要不要换啊？建议一下。好喜欢哎、欸。你两个都好喜欢啊。好，知道了，盖牌。好。这个。两队给的建议来都不一样，墨镜拿下来。好，天使妈妈8号要不要换？换5号。好，8号换5号，锁定。好，可以要不要换？我相信豆苗讲的，豆苗说他都很喜欢，因为他小孩我知道在什么学校。哎呀，你换吧，你换。6号要不要换？好恐怖。我帮你选1号。我知道他小孩在什么学校。6号要不要换？不要换，不要换。Oh my god！ 好，来。还要换好了。快点，快点。好，换1号。换1号，好，锁定，锁定，锁定。1号跟5号，那我们来看一下 Claire 换来的1号奖品是。好，恭喜你换来的是大卖场礼物卡，也不错啦，600块，600块可以买很多东西啊，面包都买好多啦。好，天使妈妈，来5号奖品是换来的是竹叶面，2块。好，谢谢二位，请回位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第二名的红队，来豆喵 Jessica。好，来来来。两位8选1，对，1到8号，你的 lucky number 是2号，2号锁定，豆喵7号，7号锁定，来，请戴墨镜，来，我们把我们眼睛遮起来，偷看一下两个人的选项。好，来，请翻牌。哦，有人倒吸一口气哦，真的啊 ，Zoe 倒吸了一口气。那个天使妈妈，你的表情也太惊讶了吧？可惜他们看不到。Zoe 建议要不要换2号、7号，两个都不要吗？两个都不换吗？Jessica 的不要换。哦，2号不要换是吧 ？OK， Claire 建议一下。我建议全部换掉。全部换掉。Claire 是比较激动派的。对。话不能信死，所以没有人会听他的建议。好，盖牌。好，盖牌。我现在声音都还有张力哦，来眼镜拿下来。好 ，Claire。来 ，Jessica 的2号要不要换 ？Claire 刚刚是说都换掉 ，Jessica 你要不要换？不换。真的吗？嗯，可是你一点都不相信他哎。不听 Claire 对不对？不听我是对的。好，豆喵刚刚选的是2号，要不要换？换5号。换5号锁定。2号 Jessica 的奖品是珍珠粉礼盒。不换是对的。对，不换是对，这非常高单价，蛮贵的哈。嗯。那么刚刚换来的5号豆喵得到的是，来奖品是现金500元。恭喜，谢谢二位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绿队。绿队是今天最需要安慰的一组，对，对不对？机票又没有拿到，哎，机票，机票，哎，机票，他们现在大奖那个手表也都还在啊，1到6号很容易哦。好，6选1，泰瑞莎，来，你的 lucky number 是4号，4号锁定，好，锁定了，来 ，Zoe， 3号，3号锁定，好，来，请戴墨镜，现在开始要偷看一下他们两个人的选项了啊，翻牌，
哦，天使妈妈建议一下，要不要换？什么？换？声音不出来，他们看不到的。换，盖牌，好，盖牌，好。好，来，眼镜拿下来，三号、四号，可以吗？他的意思要不要换？要。换几号？换二号。好。二号、四号换二号吗？四号换二号。来，二号锁定。三号不要换。那我换五号。三号换五号，两个都换。两个都换了。嗯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答案啦。两个都把鸡给换掉了。泰瑞莎把鸡给换掉了，换来什么东西呢？二号奖品是美颜礼盒，也不错啊，哦，这个很实用的。然后再来五号 Zoe 的奖品是 Zoe 换来什么？举肉洗人皂。好，谢谢二位，谢谢两位。哎呦，那刚刚鸡精也还不错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鸡蛋面膜也不错啊，对啊。好，再次谢谢我们六位手作达人，我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找一些乐趣，让自己过得更快乐。对，那大家如果对他们有兴趣，想学习的，可以到 Facebook 找他们的粉丝团。好，明天请同一时间继续锁定，大家一起来，奖金跟着来。Are you game? Yes. 拜拜。就是来参加节目很开心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对手气势都太强了，然后都抢不到答案，抢不到可以作答的时间。对，手都拍红了，还是没有抢到，只能怪自己反应不够快。好，今天来这边玩真的觉得很有趣，然后又可以玩抢答游戏。对，只是很可惜，就是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们就可以赢了。对啊，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要再接再厉，继续加油。今天来这边玩真的好高兴哦，真的很像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，真的好刺激，觉得超兴奋的。对，因为非常刺激，而且你存款布带了吗？带啦，我们要继续加油。对，我本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赢。